男生一组，女生一组吗？就我们两个。等一下，赢家可以吃星宇大餐，然后输家只能喝鱼丸汤。啊，我们三个就想喝鱼丸汤啊！不要这样子嘛！鱼丸汤啊，小小几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准备好了哈。OK 啊，你讲哦。好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开始。往前面，往前面。哎，不是，我这个不会动。这根不好用哎。这样，撑后面。我怎么还随时？可是它会一直转啊。对呀，它一直转啊。转起来了。老梁会不会在地上走啊？不会一直转哎。对。这样子就好了。哎，你没有炒假波呢。教练在动哎。怎么可以？怎么还在那里？哎，很 chill 好不好？老很舒服哎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来都没有玩到水上的那种，昨天没有下水啊。老梁的姿势好好笑。他会一直弯，他会一直转弯呢。你怎么有在往下沉的感觉啊？因为里面有很多水啊。哎，我怎么往回？小梁哥，你没有在动哎。老梁，鱼丸汤六颗啊。到底这什么情况？刚刚是脚酸，现在是手酸。哦，很舒服啊。因为我们三个都到啦。抱歉。第二名出现了。没有啦，我们要惩罚最输的了啦。好啦，要我就要惩罚哎。教练哥，要不要我去救他？一直往后。不是，你那根不要拿了，那根不好用。老梁只是给人家负担，你干嘛？老梁其实都泡在水里，老梁已经在泡澡了耶，我拉不动他，谁要来救我？我们没办法了。老梁，你现在要走了比较快啦。要到了 ，OK。哦，他半桶水，谁叫你捞鱼吃的水？闹够了吧？闹够了，一天累了吧？回家了。我不知道内裤怎样，可是我的脚鞋子里面都是水。内裤应该也是，因为你刚才往后的时候，那水有灌进去，都是水啊，这是衣服湿的。对呀，对呀，那我们这样惩罚你 OK 吗？可是惩罚也不差啊，就是鱼丸汤。哦，我觉得这样，我们三个吃石木鱼，他喝鱼丸汤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我可能跟大哥借个洗澡的，可以啊，跟大哥借个内裤啦，好不好？你等一下再加入嘛 ，OK， 谢谢哈，谢谢大哥，麻烦你了，不会，我觉得很好玩啊，只有你觉得吧，只有我觉得。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比较好玩，对，因为那就有一点运动的成分在里面，有一点竞技，会有想要有那个求胜心的那个感觉。回到这个岸上的时候，我踩在那个地上，发现我的脚里面全部都是水，所以我是有做过实测的。那个青蛙装可以来找我当代言人，水全部装好装满都在里面，可见那个青蛙装完全没有漏水。小梁哥，你还好吗？好啊，你有衣服吗？就内裤湿啦。我是有一件洋装，你要不要穿？好了，可以啊。哇，它里面有淋浴的哦。可是你裤子也脏了耶。不是湿了。不是脏。啊，你有衣服换吗？没有啊。我那天我买香兰的 L 号啊，你要不要？啊，那大哥说他内裤要借我。所以大哥现在去后面脱内裤了。等待一下。它是黄香暖被，是帮我暖蛋，是不是？